有吗？好吧，那么这一首《默》送给你们。整个 YY 界只有我，没有其他人演奏过。
妹子的这首曲子难度超高，感谢我宇哥啊。能喜欢就行啊。能喜欢就行，能喜欢就行啊。其实这首曲子，华哥吹箫。其实我也是，这个曲子也是我无意中发现的，无意中给做的。就是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看到过哪个YY上没有哪个主播说，演奏这首曲子，啊，没有。来，不是，我说宇哥这一句夸奖夸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是不是？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听过吧？包括酷狗上面，包括百度上面，没有吧？哎，我操！我要听。